他视线可能会激流，你看一下好吗？你看你的。他鸟腿都紧。你肩膀有些紧，说明你平时太紧张。不，我玩游戏。对，我也是。老肩膀。你买那个有，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，就是老年锤。你没事你就这样锤锤，锤这儿，很方便。对啊，就锤这里。你看我给你按摩，你都觉得疼，更别提他们给你按了。可以啊，你那劲儿确实是不行。